大家好。怎么样，强哥？一眼望去，人山人海，红红火火，好不热闹吧？好热闹呀！这又开始旺上了，这是吧？哎呀，在这里呢，有我们来自于辽宁省的14个市的所有的美食特产，全部都集中在这里。太好了，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？我好好看一下，一定很好吃。光介绍就行是吧？你带我品尝也可以，我也要尝尝。那尝一尝是不是？那走吧，那咱就走起来。都准备了啥好吃的呀？捡地柿子，不用一人尝一个，您先来，您先来。好吃啊？好吃吗？那还用问吗？有啊。这孩子真的啊，这天哥也就跟你吧，这平时来的都没人理我。哎呀，走吧，咱继续往前走吧。哟，上面那个大牛肉是这馅饼。哎呀，这馅饼我爱吃。好，谢谢啊。还行吧？好，不错。如果想继续品尝的话，咱们必须得完成一个小的挑战任务。走吧，咱继续往前溜达吧。一二三四五，上山打老虎。还是胡真产业。一二三四五，上山打老虎。老虎不吃饭，专吃大坏蛋的。不顺的啊，大哥。对呀、啊，必须的。一二三四五，上山打老虎。打到小鸡河。没对上是吧？拉得太美了，继续拉来。一二三四五，上山打老虎。我们大姐，恨得恨得恨。一二三四五，上山打老虎。我拉马头琴，您来跳舞。好好好好，对上了，对上了，强哥来一个，可以，来一个，就来一个，好，好吧，好的，走。好的月，我心。开始的音好没对上。请问2022年你的新年愿望？我希望我们新的一年都能有趣有盼，无灾无难。新年新气象，我们大家都能身体健康，顺顺当当。如果啊，一定要是为我自己许的心愿，我希望新一年能减肥成功。好，这孩子说相声呢。请问您2022年的愿望是什么？希望我们，徽山的牛奶，徽山的奶粉，越卖越火。好，也希望给辽宁人民带来非常健康、非常休闲的感受。你的新年愿望是什么？我特别喜欢出去玩，所以希望2022年能够多走一些我们祖国美丽的江山，比如说吃上草原，眺望北京。好，要站在全世界望北京。好，好嘞。请问你的新年愿望是什么？我其实想说，就是2022，不论几岁，快乐万岁。加一个心愿，就是希望能跟易烊千玺老师自拍一张，行吗？好，来吧，不对。
可以可以。好嘞。